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，花莲那边现在反弹已经力量那么大了，对。亚洲水泥跟罗家玉山石化，它会不会又要回来弄这一块的那一个？了解，感觉我们这边比较没有声音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为什么会那么了解这种土质那些呢？你自己本来原来工作是什么？我自己本身就原在来，土木工程嘛，土地开发这一哦，类的。是，然后你也曾经在亚尼里面任职过，对不对？任职过7年多，将近8年。所以你是就是他的这个，我们的亚尼在关西的矿场到期之后才被资遣的，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看到那个红白的卡就是他的牛龙嘛，对对对要运矿的嘛。对，对对对对。这就是之前的已经旧的矿场，对，旧的矿场，实际上就是这一座，是。这一座，黑色火，然后看他们执行绿化，这边就是白石下聚落，对，矿业用地。对啦，矿业用地有1000多啦，一千哈，多公顷，哦，单单这一块，它到六七窝，一直到马福坚实，包含在内，总共是1400多公顷，1440几公顷，可以供这些业主去申请的开采地，在1000多公顷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啊，玉山那个花莲那边炒到这样子的时候。他会不会回来搞这一块？了解。哎，我们最居民最怕的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，我们现在也是一种很没有头绪啊。我也希望说，他破坏成这样子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们能不能也借这个机会一起发声，不要再去采矿，小范围或者说不应该距离住家那么近的地方，就是不应该。